垦丁大街上，两名辣妹穿比基尼骑车啪啪照，骑车的小麦肤色，后座皮肤白皙，长发随着风舞动，性感景象让后面车辆驾驶乘客眼睛吃冰淇淋。会不会多看两眼？比较新奇啊，会啦，当然是会啊，只有垦丁看得到。还好，我刚刚已经没有感觉了。嘴巴说还好，但身体很诚实，双眼紧盯前面骑车的比基尼辣妹，甚至有网友拍下比基尼辣妹车队一个个身材火辣，只有在国境之南才看得到。是要下车？对啊，就是在什么地方穿什么样子的衣服，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在都市绝对不会这样穿啊，就是因为这边是垦丁，然后热，然后又要去海边，又要干嘛，就好像你在海边穿比基尼你也会觉得很正常。因为要下水或是起来买个东西而已，穿这样比较方便，但是穿比基尼骑车也是有代价，因为大太阳下黑色坐垫就像烤盘一样烫，一定会烫到，就会烫到，对，那先擦一擦。对啊，不仅垦丁，在澎湖也有比基尼辣妹。沙滩女子排球赛，每个选手穿比基尼运动泳衣，比赛完也累瘫了，懒得换衣服。中午到附近海产店，让其他客人嘴里吃海鲜，眼睛吃冰淇淋。就是因为太热，穿这样走在路上会尴尬，好像有路过的人来笑我。路过民众难免多看几眼，现在天气真的太热，有海滩的观光景点随处可见比基尼辣妹，成为超养眼特殊景象。记者张春华、严玉龙，屏东澎湖报道。